有道加息，那么今天继续回来玩这个魔咒，来玩一下这个眼球怪。眼球怪呢只能装备两把武器，然后眼球变成一秒就能发射了，并且初始就拥有两个眼球。我来试试看吧，随便拿把手枪哦，来看一下它发射速度哦，很快耶，可以哦。哎，那这玩意还不错哎，就是咱们不用拿武器也可以哦，只要眼球够多的话，整眼弹射啊什么乱七八糟的，这眼球还是非常厉害的哦。等一下多搞一点生命值哦。眼球的伤害呢是吃生命值的，好像还不错，挺好玩的。生命值来一点，武器还要不要呢？不要啊，加点生命值算球啊。我得点点什么好呢？好像没什么好点的。这玩意，幸运来一点，幸运来一点。我觉得专门靠眼球好像不是很靠谱啊。咱们得整点幸运啊，整点像宝宝赛博球那些玩意哦，说不定还能混一下啊。目前感觉混不太下去了。哎，猪猪存钱罐，存个钱。也不是不行哦，第五波了，我怕第七波之后咱们就混不上，混不过去了，就这样子的设备吗？不行，咱们买两把武器吧。前期看来还是得靠武器，整两把冲锋枪哦。这个眼球目前还不能当主力了，还只能当辅助啊。整一点冲锋枪，等一下过渡一下吧。哎，眼球三级的手枪可以，稍微整一点武器防范升仙哦。这个眼球如果拿多起来，咱们就不需要武器了，主要是怕前期没有眼球过渡了。或者说没有其他伤害啊，等一下看能不能幸运搞一点赛博球那些搞点啊。眼球多一点，看来效果有好一点。哎，不错哎，可以哦，射出去一大片呢。等一下看能不能整个那个尖头子弹哦，搞点穿透，穿透起来效率就更高了。有什么就加什么吧，现在闪避来一点啊，闪避回血。要存钱吗？啊，不存哦，存个屁前期。哎，又眼球，好家伙，用生命值代替材料购买，这个没必要吧。哎，尖头子弹也来了，好家伙，运气可以哦。用生命值，因为眼球是吃生命值伤害啊。现在四个眼球，有24个眼球射出去，相当于4624哦。再来个穿透的话，它也是可以穿透的哦，它就相当于是子弹嘛。哦，太多了吧。一圈哎，这样子啊，我们闪避点高一点啊，生命值护甲高起来之后啊，去跟 boss 贴贴哦。给他贴住之后啊，他一下子可以给他秒了，因为他一下子可以吃到好几发眼球的。24发乘以20是多少点伤害啊？480的伤害一下相当于，我们目前就480了，后期伤害肯定会更高啊。生命值，尖头子弹哦，接下来就存钱哦。11波不是 boss 还好啊，存钱存到第14波咱们就无敌好吧。应该可以苟到14波吧，应该可以哦，咱们这么多眼球呢，没什么问题哦。免费刷新商店，这个要不要呢？也可以哦，你拿生命值相关的东西啊，它就会给你更多这种东西，像什么眼球啊什么东西哦。免费刷新还是要啊。哎，说好存钱呢，这玩意就不要了，场面非常混乱啊，相当于是好几个那个长胡子的婴儿了，我不是特别喜欢那么混乱的场面啊。第九波不知道行不行呢，应该可以吧，没什么问题哦，咱们有尖头子弹啊。而且这些怪被眼球打死之后啊，好像不是直接在原地死哎，它会弹射一下，然后会弹射一下，看到没有？感觉被击退了。OK， 去吸一下材料啊。咱们尽量呢就站在中间这一片哦，不要走到边上去哦。走到边上去，有一部分的眼球呢是没有作用的。尽量站中间哦，让眼球都有作用。目前这个清怪效率还是不错的哦，可以啊。基本上怪是靠近不了我们身边的，走啊！最后剩个十几秒，去把这些材料都给它吸一吸。外面材料超大，哦，还是有好多材料没吸过来，可恶啊！100多材料没吸过来，不加闪避，生存能力也得搞一些了。百分比伤害啊，是会增加它的伤害的。速度来点，什么都要。哎，又有眼球 ，nice！ 我现在已经有5个眼球了，好家伙，可以，很强。哎，这个打 boss 可以哦，我们刚好抽打 boss 不是很好打，护甲加生命值，这也可以哦。哎，我存钱到底先锁一下啊。存几波钱啊，说好存钱的，每次说存钱都存不了。哇，现在眼球就超多了，射出来这一片啊，可以很 nice， 在原地不用动就行了。等一下武器都卖了，武器一点用都没有。减范围加收获，减范围加攻锁，减范围我无所谓吧，我武器也不要了，这个幸运没多少也不要了，专门靠眼球。这玩意买了，武器直接给他卖了，不要了，垃圾武器。生命值要的啊，11波怪群，哎呦，说好又存钱了呢，可恶啊，又没存成。存钱还是对我来说有点困难哎，每次都要买一点东西，买一点东西，钱不知不觉就没了，就是存不起来。可是有些东西就是很想要啊，有些东西就还是有用的嘛。你给他一直锁在那里呢，他还占格子哦，就不让你刷新了。哎呦，不行哎，11波已经搞不过来了，不行不行，还是得花钱，我得跟上速度啊，就是跟上效率啊。哎呦，不行不行，差点没了，可恶啊，这怪太多了吧，伤害不够哎，再加点生命值，加敌人速度，来点吧，不然。
生命值多加一点啊，我现在也没护垫什么的，就没有特别想要的，接下来就不买了，存钱，等一下刷个护垫出来，不然伤害不够了。还有两波的时间，可以稍微存一点啊。我会 AI 作画，每五秒加10%的伤害，每五秒减一的工程学，10秒钟就能把伤害搞起来了，这玩意还行吧？还行，我先锁一下，先不买啊，1600，真得存钱了，第14波了。等一下看能不能搞个护垫哦。不过14波就这49点伤害打过去似乎不是很够哎，打 boss 应该挺难搞的吧。咱们也不能跟 boss 贴贴哦，如果跟 boss 贴贴的话，这些眼球他全都吃到的话，伤害是挺高的。8%的伤害贯穿一个目标，我有这个，但贯穿目标伤害会变低哎，我把这玩意卖了吧。拿这个，这个减少20%贯穿伤害不是很划算啊。AI 作画来一个，刷新一下攻速幸运，不要把攻速对我来说没用哦。好像也没啥好买的。伤害我看一下啊，现在有41，买个25%呢，有52，加了10点伤害，那应该还可以吧？走吧，打一下 boss 啊，臭小子，好像打不太死哎。这我们得跟在他边上呢，不然真的打不死，有点难搞啊。边上那些小怪还好，这 boss， 不过没关系啊，我移动速度还是有一点的，已经打了他半条血了。似乎可以给他搞死哎，不错哎，哦，而且我伤害越来越高哎，已经95了。等一下，哦，101嘞，每五秒增加10%是有点东西的哎，这玩意可以哦，他快没了没了，不错，非常 nice。哎，再见，哦，搞死了哎，竟然吸材料吸材料，地上好多材料没吸过来，伤害到后面越来越高越来越高，这就很强了。之前有个加5%的那玩意叫什么来着？那个再来一个的话就还是挺不错的。怎么又是这个啊？不要啊，减闪避呢？生命值啊，工程学12%的工程学 DC 结束之后会转化为最大生命值，也不是不行吧？有点工程学的，应该是不亏的了。哎，加5%的材料，这样子猪猪存钱罐就更大了。这什么？免费刷新5次哎。好家伙，来一个，都来都来啊！接下来就靠这个刷新，然后存钱哦。哎，护垫来了 ，nice 啊！免费刷新就是好，血量已经141了，护垫有加了27点血，不是很多。不过等一下我们钱存起来还是非常多的嘛，非常可观。一切都往好的方向发展了，就是眼球还不是很多哎，眼球应该再多一点。不过效率也很可以嘞，眼球也是穿土之后这么多眼球，基本上刷两波这个地图上怪就没了，很轻松哎。可以哦，眼球再多一点，我们生命值再高一点哦，就打 boss 会很方便啊。直接站那里 ，boss 走到我们身上，一下子吃到几十个眼球啊，一下给他秒了，臭小子。戒指，这个也要刷新，这些都要哎，都想要加材料哎，哎，这样子存钱就更快了。小精灵也来一个吧，好家伙，哎，护垫又来了，贯穿伤害增加，都想要哎，怎么办啊？不行，咱们来个天界秘术，使用最大生命值去购买道具，我们就存着材料不要花哦，然后用这个护垫去增加生命值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我觉得可以一试哦，来，哦，可以哎，169哦，那我们材料就不用花了，似乎也没啥想要的，那就这样吧。那就这样啊，那我们接下来就不用花钱了，看到最后材料能存到多少，这个臭小子能打得过吗？应该可以哦，我们靠他近一点，伤害巨高哎，那打过去好几次伤害呢，他一下子就只剩半条血了，臭小子，来哦，再来几下他没了，我们去跟他贴贴哦，走到他身上，一下子就没了，哇，可以哎，很强哎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只会越来越强哦，不愧是眼球怪啊，可以哦，哎，两个宝箱怪，臭小子打死你，两个箱子，存到20波这样子的话，可以存多少钱呢？每波好像有加个29%还是多少啊？我希望再拿到几个那玩意，暴击范围，哎，你们说这眼球有暴击吗？我不是特别确定哎，拿一个试试看哦，说不定有暴击。幸运值也来一点，护甲高一点吧，护甲太低，伤害这个有加生命值，有加护甲也来一个啊。哎，2点生命值就可以买3点生命值，还是赚的 ，nice， 发家致富嘛，这不就是1点生命值就可以买2点生命值，又赚到了。这波出发，4900啊，我们生命值已经到达200了，初始伤害就120，还行啊。还挺可观的，闪避加攻速这玩意没用啊，可恶，又一个眼球 nice， 眼球倒不是拿的特别多哎，有点少啊，我期待的是整个屏幕都有眼球哎，不过刚才有没有暴击还没注意，算了，好像是没有暴击啊，哎，又加5%啊，即使只有2波，5000多的5%就200多哎，这稳赚啊，非常 nice， 没有得到什么好东西啊，出发，5000多这一波7000多哎，哎，下一波就有10000多了，可以哦，现在伤害149啊，可惜啊，没有早一点存到那么多钱，如果早一点把钱存起来的话，就是2波翻倍。不过似乎也没有特别厉害了，没有特别厉害了，主要还是眼球拿的太少，还差一个护垫啊。如果能够拿到那个护垫的话，咱们伤害还能增加30%左右啊。
还是挺强的，生命值可以啊、哦，闪避多来一点吧。七点血换六点血，现在一点血换两点生命再生，也不行啊，乱换。哎，又加4%，有两三百呢，两三百现在两三点血哦，也不亏哦，随便买吧，问题不大啊。拷问回血我超过四点吗？没有啊，而且我没有其他途径哦，这玩意可以哦。第一次觉得这个是划算的，那就这样吧，闪避再来一点哦，7000多。出发呢有10000哎，刚好哎，打他200多，跟他贴一下看看。哦，直接半条血，不能贴，可恶！臭小子伤害还是高哎，哎呦，闪避，快跑！给他打一下30点血，快没了。不过没有关系哦，他也顶不了几下，臭小子。稍微离他近一点啊、哦，近一点他吃到伤害更多。先把这只搞定，哎，我就一下子，哎，回血，哎，血回不起来了。拿了拷问之后，竟然连箱子都不能回血，可恶。不过还是比较轻松啊，没有武器，还是挺好玩的。主要眼球拿太少，才拿6个，多拿一点的话就更舒适啊。还差一个护垫呢，一个护垫100多点血。那行吧，那这个模组的角色还是挺好玩的、哦，咱们下次可以试试其他的哦。那好吧，那我们今天视频呢就先到这里啊、哦。那这期阿西，我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